造一个句子，造个句子。学的就说，现在房价太高了，我家只能买得起20平方的乳房。你说你小，你说谁小？笑翻了，老师他也笑了，老师听到就冒冷汗，我说这个不好，再造一个，再造一个，啊，他就说，我年纪太小，连一米宽的乳沟我都跳不过去了，这个沟就一米宽，小水沟嘛，这小水沟就跳不过去，当我乳是小啊，老师冷汗如雨下，再造一个，还是不对。但是不对，他就说啊，老师啊，我真的想不出来，我的乳头太粗了。你才告诉我是小，我造了三个小，你都不对。我们说也可以用的，对，好，苦学汉语五年，到德国参加汉语考试，来参加考试啊。然后呢，要请解释下文中每一个意思的意思啊，这每个句子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阿呆给领导送红包，两个人的对话就是这样啊，给领导送红包，领导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。阿呆说没什么意思，意思意思。我们都没有什么特别意思，就是意思意思。好，领导就说你这就不够意思。阿呆说哎，小意思小意思，还在意思。领导说哎，你这人真有意思。阿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。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阿呆是我不好意思小意思。老外听了一头雾水，中文的意思太好了，交白卷回家的怎么搞了，怎么全都是意思意思的，意思来意思去还是意思，但是我们全部都懂了。全部都懂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中午老师怎么办了？中午老师怎么办了？好，一个美女啊，兴勃勃的，兴趣勃勃。如果我想丰胸哈，但是丰胸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啊，医生呢说，丰胸以后啊，一定有四种结果，不同的结果啊，大不一样。对呀，啊，不一样，不大一样，一样不大，不一样大，都是世界上没有其他文字能够有这样的问题，四个字了，四种不同的讲法，四种不同的意思，你说中文，中文万岁，你说中文了不起。